现在我们过去抢包抢包舔包舔包，快点快点，我想一下，我幻想的是一辆坦克啊啊，这个时候派出一辆坦克简直是无敌的，可以碾压所有的楼房啊。 Later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超铁侠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全新的游戏模式，就是吃鸡大逃杀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今天参与我们大逃杀的玩家呢，还是挺多的。那么一会儿呢，我们将与现场的玩家在城市中进行枪战，而且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条命，如果你被击败了，就将被淘汰。另外，在我们打斗的过程当中呢，要随时注意天空，因为天空上呢会随时投下一个空投包。所以今天的对战呢，不仅有趣啊，而且难度还特别高啊。观众朋友在对战开始之前呢，可以提前预测一下今天的对战呢，超铁侠能拿到第几名啊？如果你认为超铁侠能拿到前三名，你就在评论区下方扣一；如果你认为不行的话，你就在评论区下方扣二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直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大逃杀模式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挑战已经开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一出场呢，手上就有了武器啊。为了公平起见呢，今天所有玩家的武器啊都是相同的。我们配备了步枪、狙击枪、RPG 火箭筒，还有手榴弹，相当于每名玩家呢都是以满配的状态啊进行对攻的。现在我们要保持警惕啊，因为很有可能出现敌人。哎，这边有一名，好的，击倒。今天的对战呢，我们是没有队友的，都是独自行动的，所以我们每前进一步呢，都需要仔细。啊，一定要跑快点！哎呀，我离的距离有点远啊。哎，怎么好像有人？好像有人啊，但是先不管啊，我们先。
是 RPG 火箭筒啊！啊，看来这辆坦克也不是无敌的。哎呀，你在这栋楼里面啊，那对不住了。哈哈，哇，他跟着这栋楼房呢一起被击倒啊！啊，现在目前为止呢，我已经击倒了6名的玩家。那么现场这边呢，还剩下最后的2名呢，我们要找到最后这2名玩家。哎，我听到了一个威力很强的武器啊！哇，这是一架未来坦克吧？我终于找到了对手啊！你别想跑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哎呀，现在看不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他的炮塔被我击毁了。那么，加上这一辆未来坦克，我已经击倒了7名玩家。那么现场这边就还剩下最后一名玩家，只要能把他击倒呢，我就能获得大逃杀的胜利。哎呀，怎么关键的时候翻车了？啊，唯一的一辆坦克就这样被我给糟蹋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最后一名玩家呢，在我们的正前方啊！哇，有点远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拿狙击枪来打他，看一下。好的，有没有击中他？哎，第一枪没打中。哎，这小样不在楼顶吗？哎，哪一个位置？哪一个位置啊？哦，他应该是下来了。我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一下击中他了，但是他有半条血啊。我们再击中他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出来。哎，这一下有把他给击倒，好像是把他给击倒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哇，这下应该是击倒了。哎，真的击倒，真的击倒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容易的吗？今天我竟然获得了大逃杀的胜利啊！这是最后一名玩家了。我今天的战绩呢是狙杀了8名的玩家，排在了第一位啊，获得了今天大逃杀的胜利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。我是超理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